中方在涉港、涉疆、台湾、涉海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。我们坚决反对七国集团干涉中国内政、抹黑中国形象、损害中国利益。我们敦促美英等国维护好本国人民的生命权、健康权，努力避免更多的民众因为疫情而失去生命，而不是在国际上空谈什么民主、人权。 我们敦促美英等国放弃任意拘押他国公民、无理打压特定企业、肆意进行非法单边制裁等胁迫手段，营造开放、包容、透明、非歧视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，尊重别国正当发展权益。我们敦促美英等国摒弃冷战思维，纠正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。 为维护国际团结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做些有益的事情，而不是分裂世界、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人为设置障碍。